看啊，商店外面好多好玩的，啥东西啊这么霸气？还有复仇者联盟，怎么没有钢铁侠呀？我天，奥特曼开会呢吧？里边看看有啥好玩的，这俩人在干嘛，过去看看。一老一小搁这抽弹珠呢，五颜六色的弹力球看着还挺有意思。斗罗大陆抽奖弹力珠，好喜欢这个大球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抽奖的卡片吧。这封面怎么是个小牛牛啊，看啊这几个大球太帅了吧。努个力今天争取把他们都带回家，长得跟棒棒糖似的，看着都香啊。忍不住了，我要开抽了，这也太难抽了吧，只要打这好呢。我的已经选好了，小家伙还没搞定，不管他了，看看我的欧气怎么样。今天小家伙抽中了九号，不是吧，九号这么大的球，旁边的一号更大，我要努力了。运气不错呀，我抽中了二号，我天，这大水晶球，小家伙想和我交换，别闹了，开什么玩笑，小家伙差点被我给气哭了，我得赶紧藏起来。再来，我要抽中一号，运气不行啊，小家伙，四十号，看我的了，有点紧张啊，欧气爆棚啊，今天真的抽中了一号，这个最大的球给我了，老板也被我气哭了，第二次就把一号给抽走了，今天太幸运了吧。为了怕老板伤心，我把剩下的都带回家吧，拿着弹珠到家了。不是吧，他俩都给我拆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就算是圆了我儿时的一个梦吧，选一个最帅的收藏了。